鸟打鹰，女儿村直接清了，一把金刚护体拉上，做了一下防守。对面是大唐神木林吧？上来点女儿村，小死亡没，小死亡没中。我们这方寸比人家女儿村速度快，他已经没法玩了呀，我觉得。开玩笑，有抗性。化身再给宝宝拉圈金刚，对面就放下。地府给女拔木上个光辉，太阳七野兽。对面大唐也先立了个盾，人家善恶也凶了啊，一波善恶。说句实话，我觉得像这种队伍方寸比女儿村快，女儿村都没法打了呀。三带二，俩王，四个二。催眠的当前回合可以用，已经睡着了的话就不行。化身拉把金刚，对面把五号宝宝舍了，那这把点谁呢？没点，凝滞大唐，大唐有怒啊，够破血，会有狂攻，清掉化身宝宝。善恶在清飞大唐的宝宝，说实话，你们看到对面大唐的武器造型了吧？应该是个，不知道是锦衣还是一百五的。如果是一百五的，那就一火三灾嘛，看那个造型有点像。还是一百五十的武器。你别管一百五十武器神器不神器。那他也是一百五的，就好像你说豹子，你豹子十六个技能，那也是豹子。你让珍宝哥掏出一只豹子来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化身先金青，两边对点，但是速度这儿更快一点。什么情况？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你好。放哪里啊？
你有短信提醒之类的吗？因为我那个啊、行吧行吧，好，我们继续啊。对面大堂被点倒，睡女儿村没中，对面三瓢走一个，化身给个活血回头血，对面加个魍魉追魂，女王宝宝再加个大金，善恶把女儿村宝宝清飞。我估计女儿对面女儿村再拉宝宝得拉小红马之类的呢，不然的话你抢不过方寸的速度还玩个锤子。场上正好还他还缺个血宠，反正都是挂机看，那在里边挂机看还能挂点经验，岂不美哉？没女儿打别人女儿国标很亏，有吗？这把催化身算他女儿村出宝宝的，破甲女儿村，我靠，这胆子真够大了，算准他女儿村出宝宝不会来风，所以就催眠化身直接就点了。你就算女儿村血还挺多的，但是女娃母还没出手就翘了。宝宝神佑，神木林金青啊，这金青来的稍晚了一些，下回合大唐是能起来了。方寸继续催化身，现在对面化身是一速，就算他宝宝给化身喂五龙都没用，反正他叠不了人心，人心叠不起来，起来了也是尸体，没什么意义。对面再凝视一下大唐，先丢灵宝延长女儿村的小死亡，风卷残云，这罗汉接的还是很到位的啊。弄了半天一层风铃的风卷残云。神木林奈嘛也是可以，当然我们这边金刚还宝宝金刚还没加啊，现在有方寸，方寸可以贴尸魂，你奈上去也没用，还是会死的。地府加个光辉，对面大唐拉了个小红马，大唐开风铃火山，女娲再招蛇，行了，两蛇招好，那就差不多了呀，可以收拾收拾了。还有善恶守尸的，我靠，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是加速呢？那他万一开了个侵略如火加攻击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这些不好说，你就开个加速，怕对面大唐拉起来拉了个小马，对不对？那也有可能。
对面宝宝辅助技能都不多的，是的。刚刚你拔木嗜血之气砸过去，宝宝都有诅咒，还是开的加速。对，方寸加光辉，这边渡劫金身神木林，地府也拉了个孩子。其实对面赢了两把，真是开阵开得很凶，都是大克。虎打风，还有风打鹰。说实话，哟，说实话，对面现在我们这个双蛇，哎，他们抢红包抢那么快的，哦，好亏啊，心疼心疼心疼，哎呀，不行，我心脏不好现在，不是我手没放在鼠标上，我刚刚两只手放在，反正没有放在鼠标上。巨剑，吕拔木直接招怨灵，因为神木林又惊青了。这我顶要顶错了吧？问题也不是很大。那接着点，继续催眠化身，就点大堂，他防不住的。消算挂没挂中，让对面把野兽加上了，长驱点，长驱加群秒啊，伤害也够，对面地府法防也不高。说实话，我觉得对面打到这个份上已经啊，没有什么遗憾的了。干掉生日快乐，干掉屈服孔庙，最后倒在了决赛之前的原因是因为遇到了珍宝阁，他可以这么说，对不对？这个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，强啊！女儿人开化身，让化身活血，终于叠了一层人心出来，反点大堂，小死亡又没中，他也巨剑，大堂直接平砍点，蛇跟了一下，对面三层风铃的荆棘舞。弹了个甲，没死，透心凉，感觉啊，透心凉，心飞扬。
大唐一把破血，可以继续点。他不想浪费横扫，那他又不想不砍，那就平砍了，说不定能叠把满天出来。他这么想。给大唐蛇满，对面化身用灵宝奶，毒死了一个怨灵。好吧，对面的无底洞符还没打满。山河平砍一下也凶的，兄弟点神木林叠不中了啊！兄弟，小死亡挂神木林了该。那可以换虚了。我估计他抓的珍宝个虎，下一场是晚上7:30啊，效力对面再拉须弥，直接就虚死了。再拉虚，大唐也拉虚，化身下去了。这两条蛇随便砍砍都是收割节奏。开把无间随便扫扫秒秒结束了，哎呦，真的是，我要看姑苏去了。这个真的没什么太大的观赏性。怎么说，巨剑加荆棘舞，想把方寸秒了，你信不信荆棘舞黄金甲？我掐指一算，对面神木林血有点多的，好，没有开刀就黄金甲，哎，大哥打爆了，虚弥也没点的神木灵鸟，还比较自信啊。
我感觉等不到方寸起来了。这个法皇跟乌鸡国树怪一样，你们这个比喻有点，怎么都这么搞笑？还好千哥没上，不然躺的又是千哥啊！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好像千哥中了一枪。明明这场千哥都没上，为什么你们还要黑千哥？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好了，结束了啊。